为啥说三十年后的寡妇多？因为现在的男人呢越来越累。三十年后那寡妇多，这话不是随便说。如今男人像头牛，就算累死都得愁。半夜晚归他起得早，身体日渐在衰老。回家还得撒狗粮，还得伺候孩儿他娘。未来一家老和小，风雨无阻到处去跑。如今的男人压力大，为了这份累不跑。人家都有咱没有，亲朋好友另眼瞅。累了抽烟又喝酒，孤独影子伴着走。现在的男人呢真的是太不容易了，希望每一位媳妇啊都能关心爱护你家的男人。你知道吗，我特别喜欢你的歌词。为了家庭他自己忙，最后累成病殃殃。三十多岁你瞅一瞅，看着就像小老头。女人他就